海鲜当然要吃最新鲜的啦。今天李行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发现了一家超地道的港式海鲜火锅，鲜活的海味配上天然的食材，来魔都怎么能错过？火锅已经开了，赶紧开饭吧！一起吃饭吧！我这个人啊，生平最佩服一种人，就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，然后呢，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的人，该起床的时候就起床的人，该忘的时候就忘的人，但你是哪一种呢？我是该吃就吃的那种人，所以今天又点了一大锅火锅，超棒的。但看上去好像是蛮清汤挂面，但其实它也是很有讲究的，里面呢也是老鸡啊炖了5个小时的这种汤，绝对没有放任何的味精。今天这一大锅，尤其是这个霸王吧，你看，请客就要像我这样，要舍得花钱，超有范儿。哇塞，北海道的红毛蟹，这可是海底1000米以下的蟹啊！它平常呢也是喜欢这种温度低，所以我们呢也是拿冰块镇。但这个呢也是不建议直接吃，要放到锅里面煮个大概是3-4分钟。看上去真的是霸气，金姐有的就是 money， 我要来尝尝。好了，这个蟹煮好了啊，再蘸点这个芥末。哇塞，你看它整个这个肉质啊，已经变成一缕一缕的。尝一下啊。天，我冻死了，刀冻。那个整个口感就觉得哇，好满足啊！虽然你吃到嘴巴里口感，你就一条一条的很嫩，划过你的舌头，真的是不错。还有，除了蟹，当然要有肉啦。你这个肉头，我给你看，这一盘牛腩肉呢，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牛腩肉，所以你看它那个花纹啊，都好均匀啊，整个颜色分布，感觉好像是 copy 出来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来自大连的这个黑牛的牛肉，而且也是肋骨的上方的那块很精华的部分。这个呢，涮涮也是很快的啊，15秒钟。滴答滴，滴答滴答滴答滴，滴答滴。好，涮一下。哇塞，你看，雪花透明晶莹啊！还有蘸一下啊，他们店里的这个秘制酱油。怎么样？嗯，哦，好有弹性，这个牛肉。那是玛莎鸡过来，然后很牛肉味很重，然后呢也很嫩，就是咬起来不费力。这个牛肉很有嚼头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，这边呢也是他们这两个菜啊，也是上海滩独一无二的。你看，哪个是白木耳，哪个是菌菇呢？一定说这个白木耳，错。如果这样我会问吗？这个是白木耳，这个是菌菇。就平常我们看的白木耳都是白白的，其实我跟大家说，就像云南的就是野生的白木耳，就一定要是这种颜色，比较深的，有点黄的，尤其根部越黄的话呢，说明它野生的越好，它的整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，尤其是那种像我们这样脾胃不好的人，其实这种野生的白木耳的话，非常有健脾滋阴的这个功效的。这个涮涮也很快，几秒钟就 OK。这白木耳超脆，我觉得有点像猪耳朵的那种脆的，脆脆的，然后你觉得很有嚼劲，然后也有野生的那种香味，感觉不一样。好，说完白木耳呢，我们再来吃吃这个，这个呢也是全上海就他们家一家有的，这个呢就是叫做雪花菇，也叫绣球菌，在日本呢这个也是被称为神奇梦幻菌，这个呢就是说是只有在那种高山里啊才会有的，非常非常稀有的，有的时候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啊，就提高免疫力啊，都堪比灵芝啊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算一下啊，5秒钟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？嗯，口感很滑，很滑溜，很滑溜。吃完以后真的有一种梦幻的感觉，它就比一般的那种菌菇啊、什么菇类啊更滑。最主要它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我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吃这个非常好。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，这个呢是来自四川的这个野生的独尊，然后里面呢是这个北海的这个青虾，这个虾滑呢，因为它摔打成泥的时候呢，时间也是很长，很有嚼劲，所以呢它就很滑嫩，独尊呢又很爽口，就是外滑里嫩，而且很有香味，这样真的是蛮有创意的。火锅是很热火朝天，但今天因为我请你吃太贵了，服务员帮我算一下，一桌到底要付多少钱？没关系。再贵我就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帮我抢着买单呀！你看谁是这么二货？
吃饱了没？嗯，饱。要不再来点啥？不用不用，真不要。下回。啊，服务员，多少钱？干啥？问问多少钱？一共98。啊，我请，今天我有零的，我这有。我请。我有零的。哎，别拿，你别拿，我请。哎，我请，你敢拿他钱？别闹。哎，收的。干啥？我请你，给我当收走。小板，来，我请，跟我请。都上网上新闻了，都！你看你给我打这样，我妈都认不出来我。你等着吧，不一定把谁看上了。那咱这样，等一下打完这挂完这吊瓶，这医药费啊我买，咱体面点行不？我跟你说不可能，我买必须我买，护士买单。你嘴咋这么快买？你干啥？你给我拿吧。我买。你给我拿，我买。这什么玩意？撕吧撕吧，你不能啥？我买。庆祝咱哥俩顺利出院，哥。你说这社会闹的，让人看笑话不是？可不就是吗？你说因为一个买单，咱俩打成这样，哎，以后要我说啊，就别撕了。你像今天啊，就你买。啊，对，我买，我也觉得东西。服务员买单。不，等会儿，你还真买啊？那不然呢？不是按照逻辑，你得推回来，是吧？推啥呀？你买。不，我买，上次搁这打了之后你买的。不是，别闹，不是，你说来，你买，来，我买，干啥呀？我买单，来，你咋这牛啊？我就牛了咋的？你上次就这么打我，怎么了？这次还给我抢买单？还抢买单？啊！来抢我买，我打我脸！今天李晶请你吃了北海道红毛蟹、雪花牛腩肉、云南脆爽白木耳、漫天飞雪、竹荪酿虾滑。明天李晶马不停蹄地飞到扬州探寻美味，里面吃的可是新式扬州菜。我们明天再见。